谢谢你们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要欢迎还是我们歌台的前辈福建歌后。来，掌声有我们的林世玲。谢谢。 姐姐您好，姐姐你好，我先去习惯了。我们一定要叫她姐姐。是我们尊重啦，你还是想要我叫你妹妹诗琳妹妹？我会很开心的。姐姐，你多大几年了？啊，多大呀？差不多五年，就七年了。哦耶，比我的年龄还大。27年了。对啊，27年。你几岁出来唱歌？十一岁啦。啊，哥，你古早边弹琴啊？ 舞踏，来拿他拿球咯，对啦，一边唱一边。是恁老爸叫你出来唱歌，还是恁老母叫你出来唱歌？其实没人叫我出来唱歌，是我家己的兴趣，真舒甲唱歌。所以呢，细细汉就唱我金歌了。其实小时候一直都会呢发歌星梦啊，然后呢读书回来呢就会播那些歌啊，以前是走 cassette 的吗？记得吗？那转转转，那个时候你已经出世了。没有，那个时候我还很小而已。你不要撇清关系啊，那个时候我们。 已经是 cassette 的时候，我就会每次放学把书包丢一边，然后就 play cassette， 每天播歌，然后呢就在那边一直唱一直唱。那时候是流行最流行的歌是什么歌？没有，我没有在听流行歌。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在流行吴奇隆，啊，小虎队那个，对对对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小虎队，经济乐园，啊，对对对对对。 然后我没有在听他们的歌，我都是在听邓丽君的歌。11岁，放歌啦，放学，你怎么说你会唱这首歌？会啊，这首歌很难唱的。对啊，这你应该都会唱，姐姐那你不会唱这首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真的。OK， 这首歌我跟你合唱，不用啦，陈哲，你还要？你不要打扰人家。你问他吗？你问他吗？要听吗？等一下，这首歌有合唱的没？哎呀，你相信我，什么歌唱到我手上都是可以合唱。哇，来，老师，你怎么说？砸包机来，哎，给我多一次机会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们要听陈哲唱吗？要掌声给他一点信心啦，不然我不要给他唱了嘞。两个人掌声没有怎么办？姐姐，你要给他唱吗？哦，这样子哦。你唱那个，你唱第一段先。 我唱第一段，真的，我当时刚刚跟一位歌台的艺人有一起唱，真的吗？你唱啦，你一讲要唱，两个人跑掉了嘞。真的。你开口真冲，人这边磨练了。真的，相信我，等一下我唱。哎，不要啦，你们如果你们不要听他唱，可以听我唱，我也是会唱的，好不好？你真的会唱吗？我会唱啦。真的。OK，来。一，我们就三个人唱哦。OK。真的要吗？我们有什么信心嘞，姐姐？什么信心啊？ 没有关系啦，练球就可以了。我没有像他这后脸皮唱这么难听，一定要唱歌，抢歌星的时间唱。OK， 来，好不好？这证明了他其实是很还是很喜欢唱歌。对，我真的喜欢唱歌，真的唱的不好听，是不是？OK， 我们唱的不难听，但是没有别人的好听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有我们陈哲跟思琳姐姐要来合唱这首《你怎么说》。你讲说是唱我的 key 是吗？你的 key， 我的 key 啊，你的吗？没有问题，没问题。你会吗？ 邓丽君的歌的嘞，真的，邓丽君的嘛，忘记这样嘞，忘记我，我飞起都可以啊，开玩笑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阵是高贵的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把路给去了。OK，你怎么说？你没忘记我，我没忘记你，如果你这次再唱不好，我鞋子丢过去啊。OK，我要站，我丢过，哎，麦琼，麦琼，OK，我认真，我认真，你快，你进来，我给搞两个给你，我脱鞋先啊。 原来你的人只是这么矮。喂，我这个叫娇小玲珑。我没忘记你，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。
唱什么？你在起笑？第二首了。第二首了。怎么快啊？可以了，第一首来，你要唱。